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这次歌剧里面演出武姜，也就是郑庄公的母亲这个角色的独唱家，是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女高音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林慈英林老师，来为我们做一段阿维亚的演唱。我们有请林老师。的情况是怎么样？那么我们今天有两位李小姐哈，她的伴奏，我们有四位伴奏，另外还有两位助演伴奏，我们一共六位伴奏，但最主要是他们几位啊。那个慈英啊，她现在唱的是那个妈妈哈，妈妈她在那个她在城里面等待她老二来，她已经写信去了，希望她等到哎。今天晚上他会回来夺取这个王位哈，那么他会把上去会把他的心里讲出来啊，现在讲出来就是说，开始这我自己写的词，我还必须要看一下哈。我武姜，自从发了那密节的哈，我就夜里什么呀？夜里期望，日里前夜不安眠啊，就是他等。然后他发现，有声音进来了，可是来回来是他老大，把老二平断啊，平断哈、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你不要表演了，就给我们唱一唱就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看我们就请谁来唱他这个妈妈这个角色，总一段的啊，谢谢啊。
熟识的好朋友，我们可以轻松一点。其实你们刚刚听到林老师的表演真的很精彩，对不对？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，其实林老师今天鼻子过敏，早上一开始突然间因为气候的转变他突然过敏，你看过敏的情况下还能唱得这么好，真的太不容易了，再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林老师的演出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听